啊，我哥估计没到家，那充值不方便。明儿我就停播了。啊，妞儿啊，生小孩的呗？生什么小孩？生小孩？干啥呀？明儿结婚。你这能扯淡，还能明天结婚？感谢妮妮啊，谢谢妮妮。明儿结婚，明儿结婚。明天搁哪写？是女方先带啊？啊？女方先带人呢？什么玩意儿？女方先带人啥意思？没明白。你不结婚吗？明天吗？啊、是你家结婚呢？啊，我姐吗？你不那时候说十一月份吗？十一月份的话，改日期了，改日期明儿结，然后过两天再结一回。就啥意思？上瘾了就结呗，这玩意儿。想啥时候结就啥时候结。没有钱。你啥时候结呀？我过两年，我不着急。过两年结呀？我结一次得了，我可不像你。你对象那对象没回来呀？你几婚呢？你啊？啊？三婚了。不是二婚呢、啊、光孩子都六个了行三婚这几一天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师兄一天啊你别看这个干白活弹琴的那小姑娘还挺多的感谢啊谢谢你师兄的颜值搁这放着呢咋的我说你师兄的颜值搁这放着呢你看不着吗颜值啥呀那脸上都起大多大大包了还老颜值造火了你扯那大包谢谢妮妮啊感谢妮妮来吧咱们很快就要过去咱俩呢一人一半时间啊这是我师弟百蒜行二胡拉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牛逼非常的万赛非常万赛嗯来吧那咱俩一人整一段吧你先来吧那我给大伙弹个二胡吧啊就别弹二胡了你这不糊弄观众吗不行不行我必须得弹二胡我连你必须得弹二胡我这人呢一般那个喜欢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那么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一首二胡独奏骏马奔驰到边疆开始了啊喜欢这个伴奏吗我有啊送给你啊我有啊之前那伴奏啊你那伴奏不行那伴奏听太乱了关键你要伴奏你老要钱咱也不敢要啊这伴奏送给你要不要送我行这伴奏来我录一个免费免费行来你要不免费结婚指定不能去了
那个免费送给你，啊，我之前给你做过这个伴奏吧？做过。之前你做我做的那个，你给我放一下，我听的是哪一个？我给你找一下啊。我找一下，我听的是哪一个？这个好听。我看啊，来，这个。对。我感觉比你弹那牛逼。没录啊！啊，你那边的话音乐不清晰的感觉，听着，感觉啥意思？那你给我录个清晰的得了呗，80来秒够不够啊？你有想要别的没？给你个机会，今天送你一个伴奏，真的。我现在我没想好呢，我说实话啊，没想好呢，啊，没想好。我跟你说，我会拉路边下的小姑娘不？录啊，那录啊。录过那个录过，不是你留过，那个也录过是吧？可以啊。站台会拉吗？行，你给我录个站台得了，行不行？我跟你说，你知道我想让你拉出什么样的感觉，你应该懂的。知道。跳空那种感觉是不是？是不是？照这脸点，等会儿我师兄给我做伴奏呢，英子啊，一会儿完了之后我连。什么调的？得 F 调，等一会儿吧，得知道下马的吧，这没有时间了。F 调吧 ，F 调，别的调行吗？我得试一下，我试一下啊。行，这 F 调行。G 调啊，不是你那是 F 调吗？是啊，我这二胡来讲是 F 调。哎，你那啥 B 调啊？那我听着的调都不一样啊，那玩意儿。欢迎那个没豁牙的，欢迎你啊！咱家那个药瓶能给我清理一下脸吗？谢谢。药瓶给我清理一下脸，谢谢啊。我看看我再连一下他啊，他那好像不是 F 调的，我听了刚才试了一下，好像不是。长长的站台，吼，寂寞的等待，吼，闪闪长的列车，吼，嗨。你那个好像不是 CDE， 你看你是不是？你看你那音。你拉一句，我听一下子，拉一句。他带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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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这调。长长的站台，不对，你这不是 F 调，你找一下啊！再拉，就拉第一句就行，拉第一句。长长的站台，好，长，噔噔噔噔噔噔噔。再拉。好。噔噔噔噔噔，辛苦了啊，辛苦了。降 B 调，降 B 啊、哦、，F 调那跟在我的二胡上也是降 B 调，可能是说降 B 调不一样，不是 F 调，这是降 B 调。整一个，哎，准备好了吗？开始我就录呗。等一下啊，啊，你师兄送你伴奏了，就开始啊。行，没问题。那我师兄对我那还说啥了？准备好告诉我啊，完我录。先找个好听的前奏。我插321啊，来321开始。
有点快，你怎么事儿你呀、啊？有点快了，有点。等我听一下，我感觉有点这重音有点太重了，啊啊，有点可能是说有点杂音，重吗？有点重，有点重，有点杂音，你听到没？不重啊，不是你听的那个，我那个放的呀。不是你这边听的怎么那么重呢？对呀，你刚才就是重的呀。全才艺，正能量，那没毛病。那行，给你录个这个吧，来。好，好没？等一下，我告诉你啊。我等啊。你听他嗨嗨，你就录啊！我三二一啊！喂，来，三二一，开始。试一下子，不错啊、哦，这伴奏。哎，你这边听这音怎么那么重呢？感觉呢？等会儿啊，还没调大声呢。你用酷狗放，我就用那酷狗放的呀，用的就是酷狗。听一下吧，来。可以啊，可以，别狠那个。我跟你说啊，棒棒，双剑合璧，棒，白事啊。你拉二胡一定要拉出你的一个特色，尤其是这样的歌曲，你在里边加点技巧，哒哒哒哒
哒哒，对，你给他加点这个轮音儿啥，咔咔咔咔，这种感觉特别棒。我熟悉熟悉熟悉，真的，头一遍跟那个。咱俩改明研究研究，咱俩实在不行，咱俩合作得了。有才，嗯，我师兄。关键你离太远了，你要是在沈阳的话，咱俩上辽阳湖台户外，完了师傅在沈阳。你这么的，你这觉得哎，确实是有点距离。那我俩户外行？啊，我弹他拉，行不行，兄弟们？啊，你们觉得行不行？完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他除了颜值比我长得差一点，才艺还可以，跟我可以说不分上下吧。主播用的是什么声卡？我用的是创新7.1的声卡，创新7.1。